三三两语，从无话不谈到现根本不知道从何说起，我们都变得越来越暴躁，开始不停的争吵，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，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，从深夜送你回车，不停看你的手表，变成现在的样子，其实很早以前就有预兆。我总是在想，会不会开口就跟关系停止，是否我们的感情也会成为生命中的历史？如果有可能，多想回到最初，重新开始，让时间永远留在最好那段时光静止。好吧，现在都为了开启习惯没有你的生活，哪怕偶尔再次想起，直到那段感情经过，不再打听的消息都是朋友嘴里听说，就算听到你有新的开始，心里难免难过。路过汽车更替，树叶落地，颜色满际，没那